情况下，这个内侧的球竟然完全被他咬中啊！有，其实我一开始也不知道，所以是问他们，就是后面有去看一下，就是可能最近蛮红的，应该是从耀林学长他那边，哎、欸，耀林，对了，应该是他引进来的。然后我们想说，因为毕竟现在没有球迷嘛，其实休息室的气氛也是很重要，因为其实现在加油声都是从休息室出来，所以就是我们就是突然想到，就是用这个来代替庆祝，其实整个气氛都是蛮好的。我不知道那个舞是谁先想到的、啊，那当然这个舞其实现在蛮夯的嘛，那球队也会放那个音乐，那可能是因为有放了音乐，所以才想到那个舞步，但击出全垒打就是很开心嘛，那大家一起欢呼也是一场方式嘛，像统一也会有自己的欢呼方式，那我们自己也会找出自己的欢呼方式啊，我们也之后也可能看到什么好的，其实我们就慢慢加进来，因为毕竟现在没有球迷，我们自己就是啦啦队，然后帮场上下去的选手加油，然后自己在场下没有下场的，其实也是可以帮场，就是这就是一个团队，应该是会继续跳吧，因为还不错的效果、啊，那就是继续保持啊，对。